来请收看《美男美男我爱你》。节目已经结束了，待会大病人嘛，走不出来我们就走不掉。他讲人走不出来，那个有吗？不会，多了一个字，请大家忍一下。好啊，来啊。节目已经结束了，待会大病人嘛，走出来我们。等下大病人嘛，走出来我们就走去了。靠！快点，节目已经结束了，待会大病人嘛，一出来我们就走不掉。谢谢大众的饮料。其实我刚刚是跟魏哥串通好的，我当然知道我多讲一个字啊。体恤工作人员，只是找不到机会请工作人员。是，你可心真的是很用心良苦的感觉。我只能说魏哥演的还不错。魏哥在外面白演。可以跟你们合照。好，对。那个，得功的得光，天就就就，安全帽拿走，安全帽，好，蔡明来安全帽，不用，坐坐车会有人坐，代言那个，哎，又到了我们娱乐玩家 Super Play， 两位演技都，俗语说啊，狗怕拉肚子。人怕尿裤，以后呢，人家叫你什么呢？尿裤哥。我刚刚翻了剧本哦，哇，那个剧情张力十足，是、哦、可看性非常的高，没有错，大家一定要看，不看会后悔。这个角色对我们两个来讲啊，可说是轻而易举，因为平常我们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我蛮喜欢尿裤哥这个外号，蛮有张力，而且很有记忆点。江江，我们在渔人码头。那你对这次包租婆造型可以讲一下什么感觉？我是短衣，包应该是说你现在是短衣哦。哇塞，那我只好当 MC 哈动了。明视频道 GTV 综合台，原来是美男。